特好使的话，你走顺腿了怎么办啊？走顺腿了，我就常住这儿了。不行，咱俩凑合过得了。我告诉你，看什么呢？你甭管了。不是，到底看谁呢？看你媳妇呢。真假的？我也。你甭，我一姐们儿。哥是谁呀？跟你有关系吗？你分那么多。来了来了。啊。嗨。我一姐们儿，姐们儿，姐们儿。Hello， 韩姐。Long time no see。是有点没见。找我了不？还行，你嘛来了？我来这儿顺路充一电来了。啊，顺路充电，住我们家也充电桩，你们家没有充电桩是吗？主要是这不充电桩旁边有你吗 ？OK OK， 一会儿这王小顿骂你。我挡着点，挡着点，挡着点。航姐，我这公牛充电桩无极款，要特好使的话，你走顺腿了怎么办啊？走顺腿了，我就常住这儿了。不行，咱俩凑合过得了。行，你看我自己这理想，我这未来 ET 五 T， 这充电桩适配于市面上99%的新能源车型。那我这台看呢？你这台看是那1%啊？那关键是它适配率真不高。你给我打开，看我跟你这个能不能配一下。这能好使吗？我坑谁也不能坑你啊！人家公牛的老板都亲自上阵啊，和雷佳音一起做五级测试，在高温、低温、潮湿、沙尘、高原、低压环境下都能稳定使用。你看啊，这还有一大屏幕呢，5英寸触摸屏，触摸操作，而且还能在手机 APP 上预约充电。而且人家充电桩的销量全球领先，中国10户用户有7户都使公牛这牌子，销量质量都没得说，你踏实点啊！那怎么着，到屋里待会儿去吧。行，我看这也充上电了，走吧。不是，我怎么想怎么不对，这离你们家也不顺路啊。对啊，那你大老远找我过来就为充一电，不明显吗？明显明显，主要我们家那儿人特多，充电慢还排队。行行行，这公交这充电桩有专业人士上门给你安装，6年的限时质保，绝对有保障。多有多保障？比咱俩的关系有保障？这可不一定啊。行行行，咱俩这聊歪了，到时候我也没法交代，你也没法交代，是不是？啊，应该充的差不多了，你赶紧走吧。行，我走了，峰哥。发微信吧，还。一会儿再说吧，拜拜，拜拜，大哥，我都没看明白这是谁呀？你看不明白的事儿多了，前女友，对对对对对。